哎呦，这是没有。要的就是这种。能传好吗？哎，鲍亚雄。对，禁区里面啊，这种球该拼的、该出脚的必须得出，千万不能让。哎呦，球进了！小将无手搓，让人意想不到的收获啊！哎呦，这是乱战是吧？连续的进攻，这会儿呢就很容易让恒大抓住机会啊，因为他的进攻队员包括后场队员都在前场。20岁的小将，啊。这算是立奇功啊，绝对是立奇功。一线队也取得进球了，这鲍亚雄处理的也还可以，啊，又是一次进攻，还是没有完全把球解围干净。他就是突然这一下啊，对对，打回到边上，就是连续的进攻。而且你看吴少聪还挺，挺坚决，对，停下来你没人干扰他呀，是吧？这球压的还特好，没错。这个位置确实是一个空位，啊，没人在这个位置干。